一般来讲，我很喜欢画画，那我很喜欢画我周边的东西，而且都是现场写生。像这一幅画呢，我就坐在我家的沙发椅上，往上仰望我们家的那个台，那个吊灯。我觉得那个吊灯很古典，然后黄色的灯光呢，亮亮的，很有气氛。我就把它画下来。